你就是外科医师徐敏安，你不是任何人，你不需要去走任何人走过的路。你还是要多休息，你一直这样身体会吃不消。我没事的，也许可以让你重新知道。你为什么现在又要关心我？你不是把我当空气？我姐死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我跟我爸妈哭得撕心裂肺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？